你以为上次小景的台湾之旅已经够好笑？我哋今次人任派遣 Cooler Master 嘅 Aaron 作为我哋今次派送上边嘅速递员，过程实在难以想象你搞笑，讲多无谓，去片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系 Cooler Master 嘅 Aaron， 今日我代表 Choice 同埋 Cooler Master 就会送呢份奖品 iPad 送到我哋今次嘅活动嘅活动。你好，我是 Aaron， 酷碌喂，你玩嘢。你好，我是 Aaron。你好，我是 Cooler Master 的 Aaron。今天我同大家介绍，唔使停我啊，继续咯。你好，我是 Aaron。你好，正经正经，你两粒钟，佢系保持住95W嘅输出。而直風是150W， 但係 size 咧同上一代比較咧係細咗 40%， 厚度即係17mm。你望，望啊！大家好，我是 Coolus。 Oh, I love it. Give me more. 大哥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Coolus Aaron。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，哎呀，黐捻线做乜嘢？后生仔，我教你一个人生的道理。人的一生中最重要就是小六啊！チラシ、チラシ、チラシ！哎呀，气人死，兄弟！我听啊！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Cooler Master 的 Aaron， 今日咧我同。都送埋俾你嘅系，咁多支持你今次嘅活动啦，系。多谢。咁希望有机会再参加过，再玩过啦，系。好，多谢晒。多谢。影张相。